哎、欸，这个好喝哎、欸，好好喝、哦，真的、欸。冰哥已经一饮而尽，这样子，你看，你可以很明显看得出来，有没有？它就是一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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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固体的，它水分真的不多。对，它水分真的不多，没有享受那么高级的东西哈、嗯，只是告诉大家说很好喝了。男生喝了，男生喝了会增强体力，会不会减少某种能力？不会，会增强增强某种能力。这个是迪化街的等级。我要听那个嘣一声，嘣一声，对。今天三个人出文啊，哎、欸，你已经打开了、哦，我打开了，我都舍不得打开。我先尝尝看，你先尝尝看。我舍不得打开，我舍不得给我太太。我舍不得，我舍不得，因为这很贵。哎、欸，你很用心哎，他还用汤匙，蛮清爽的，吃起来蛮清爽，有那种蜜香的味道。为什么会有那个花蜜的味道啊？原因是因为这边的燕子他们是喂花蜜的、哦，所以呢，它的这个燕窝，有人说是燕子口水，不是，它里面有很多的胶质，然后呢，也有很多的这个维生素。我们今天推荐这个不是乱推荐的哦，益燕窝这个牌子，大家看到透明的地方，它排的话的确是比较稀。哦，就是它的固形物是比较少的，我们这个是比较稠的，固形物是比较多的哦。请加一些浓字，不是比较丑，是比较浓稠。比较稠，好浓稠，比较稠，不是丑，是浓稠。谢谢。来，你可以看一下哦。那当然是比较划算的，就固形物比较多，就表示它的燕窝比较多嘛。哦，就直接讲白了就是这样。它这个跟一般燕窝不一样，一般燕窝会比较稀，水分好像很多。嗯哼。它这个很实，嗯，所以就勾勾。然后再来，它那个冰糖调的那个味道，我觉得它有点像蜜柑那种甜味。嗯，然后下去还有点回甘这种样，我觉得这个调的挺好、嗯。我这样镜头晃一下，你就可以感受到里面有水，有没有啊？这个晃不太动啊，原因是因为里面其实是真的满满的胶质，它这个整罐都是燕窝、欸，口感很好，因为就咬到一些燕窝。这个是迪化街的等级。哎呀，钳子赶快喝啊！那我先喝。白泡泡又咪咪啊！大部分市售的那个燕窝、啊，它大概一半以上是水，是水，对，是糖水。然后它这个整罐，其实你看它水非常少，嗯。都是燕窝，有没有？你看我这样子倒，哎，倒不太出来。它其实吃起来有点像果冻，我看一下。我是真的倒不太出来、啊。没有享受那么高级的东西哈、哦，只是告诉大家说很好喝了。